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宜兰幸福列车之宜兰进出比》这一个节目。那今天呢，在我身旁的两位美女呢，一位是我们宜兰捐血站的站长蔡慧如蔡站长，另外一位是我们护理师黄林雅黄护理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好，我是宜兰捐血站站长蔡慧如。大家好，我是宜兰捐血站护理师，我叫黄林雅。那今天相信观众朋友们一定很好奇，为什么这个时间点会邀请到我们宜兰捐血站的两位美女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呼吁大家的是捐血，捐血这一个这个两个字啦，其实是很简单写，可是要执行起来好像并没有那么的简单，对不对？对。嗯，那我们先请我们站长跟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现在目前来讲台湾的捐血的风气跟以往应该有非常大的不同，对不对？是，其实现在的风气哈，大家就是说越来越能够接受捐血。嗯，那像以前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那一代呢，他们就会觉得说，哦，捐血你好不容易，我一直跟你补，一直跟你补，然后你又把你的血捐出去，那我怎么会补得来？补的那个够呢哈、嗯、那现在呢其实大家的营养呢哈，那整个那个社会的经济实力都很好，对，其实营养都足够，所以捐血的话其实现在风气都很好，很多都是爸爸妈妈带着小孩，或者是甚至现在反过来有年轻人带着爸爸妈妈去捐血。年轻人带着爸爸妈妈捐血， 是那这个是比较难去做一个转换的吧，因为毕竟年轻人要接受捐血这一件事情可能比较简单一点点，但在我们长辈们要接受这一部分可能就比较难一点点。是因为可能就是说有一些家庭他们的关系比较紧密的一些家庭、嗯、那他们可能就是小朋友是在那个高中或者是大学的时候他们捐血了，对，那因为是捐血车到学校去嘛哈、嗯、所以他们已经养成捐血的习惯了、嗯、那在跟他们的爸爸妈妈分享的时候说，其实就是说，哎，其实捐血没有这么可怕，对，所以后来呢他们就会转而再去带他的爸爸妈妈来捐血这样子。那因为主要是他们的那个亲子之间的关系蛮不错的，那他可以这样子回馈给他的父母，他父母也能够接受的时候，他们就会带着爸爸妈妈会愿意来这样子。哦，原来是这样子。那我想请教林雅的是因为我们知道捐血站以及我们捐血车他一次都不是说不能呼朋引伴进去嘛，那它是属于比较隐秘的一个空间，可是要进去就是如果我是守捐组的话要踏进去，其实我们大家会紧张，因为不晓得里面有点像是一个未知的环境，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遇过这一类的这种守捐的民众跟您提过这一件事情？有，就是有民众在那个捐血车下面，他觉得外面看起来怎么暗暗的好恐怖、哦嗯、但其实他按了自动门之后进来，我们的服务人员就会很热情跟他打招呼，然后会跟他讲说欢迎捐血，然后我们就会跟他讲说我们要准备什么东西，那其实他觉得、嗯、哦，原来也不会那么恐怖啦，真的。对、嗯、那其实因为您比较年轻嘛，那跟现在早期您应该也捐过血吧？哎，有有固定捐吗？因为就是结了婚哈，怀孕过程当中就是一直到现在、嗯、是暂缓捐血一阵子，对，所以最近又要开始捐了、嗯、哦，所以捐血也是有限制的。对对，那站长我想请问一下，我们捐血的限制，据我所知，如果我是一个很健康，我没有在吃任何服用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是，我今天捐完以后我要隔多久才能再捐呢？是，如果说我们是今天捐 250cc 的全血的话要隔两个月以后、嗯、那捐 500cc 的话要隔三个月以后、嗯、那另外还有一个限制叫做年捐血量的限制，因为这个是要保护我们国人的那个身体的健康、嗯、所以男性呢一年呢只能捐 1500cc， 女性一年呢、嗯、只能捐 1000cc， 那所谓的一年呢是每一个人的生日跟生日之间算一年。哦，所以他有分的是，我觉得最主要习惯捐血的人，像我习惯捐血，对，我可能会限制在1500cc， 对，所以我每次捐，因为我都是捐500，那平常如果我想要多捐可不可以，超过500的话可不可以多捐呢？我们捐全血的话就是250跟500两种，最多就是 500cc、哦、所以不可能多。 那如果说捐过 1500cc， 已经假设我们都三个月捐完了之后，是不是还会有三个月要到你的生日之后、嗯、对不对？
对，这个时间呢，其实我们还有一种分离素捐血可以去尝试这样子。分离素捐血这一个就比较，对，哎，这个就比较特别一点点了。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分离素捐血，好不好？好，那所谓分离素血小板呢，就是说有一些比较重症的病人，像说血友病啊，或者是他那个血液不容易凝固的。或者是说他那个大出血的时候，其实也是需要输用血小板去，就是说帮助他能够凝血这样子。那另外一些像说一些化疗肿瘤科的一些病人，他也都需要，所以一些原则上会用到那个血小板的病人，大部分都是一些比较重症的一些病人这样子。那一般来讲就是说他你去捐一次的那个分离素血小板，他的一个单位就是一袋的话，就相当于六位像你这样子都捐500cc 去分出来的血小板，因为我们的血液里面其实有红血球、白血球、血小板、血浆，对不对？对。那我们所谓的分离素血小板的话，就是说在捐血的现场，我们直接把血小板跟一部分的血浆，我们储存在袋子里面。对。那其他的红血球跟白血球，还有大部分的血浆呢，再由原一个针头还给，就是回输给捐血人这样子。那来来回回大概一个多小时的时间。那个一袋的话，相当于就是六位像您这样子都定期在捐500cc 的人所去分出来的血小板。那很珍贵耶。对啊。应该是说所谓的珍贵就是说本来血液就是珍贵的嘛，再来就是说捐血人他愿意每一次就是花费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去坐在那边，这个时间比较长。对，然后再来就是说病人在使用那个分离素血小板的时候，他的排，因为只有一个人的血在他身上跟六个人的血在他身上，那个有效性跟排斥性就有效性会比较高，排斥性会比较小。所以互相之间的血会排斥嘛。那你如果一个人他等于六个人的血，对不对？对。那一个人的血在我身上比较不容易产生排斥。对。六个人的血在我身上互相跟连同我就七个人的就比较容易产生排斥。哇。对。所以这一个在医学上面在使用的时候可能也是要评估比较多，对不对？对，所以他的那个捐血条件会不太一样。好像之前凯婷去捐血的时候，我们不是就只有测血红素嘛，就是测个手指啊，测一下血红素够不够而已。那做捐分离素血小板的话呢，我们还会把整个就是说你的那个白血球、红血球，然后血红素啊，这些项目都会把它列出来。那血小板呢，要每100cc 要有25万以上的那个量，我们才可以捐分离素这样子。那一般正常人其实只要15万以上就足够我们的生活所需。原来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在我们在不管是捐分离素血小板或是一般的捐血，最重要的还是要扎针。对。那我想请教林雅的是，你有没有遇到一些他可能手捐，可是他可能看到针他就真的会晕针，或是看到血他就会头晕的，有没有这一种？当然也是有，因为有些人会晕针，那有些人会晕血。对，那还有就是太紧张啊。当然我们护理人员都会尽量安抚他，对，然后让他心情放轻松。然后如果真的是他真的很紧张的话，就是不要让他看到针或是血，叫他头撇开这样。对对对对，然后就请他深呼吸，其实不是那么恐怖啊，真的。对，很多第一次捐完他们的回应就会觉得其实捐血真的没有那么恐怖，虽然像中的对他们会觉得那针很像很粗，但其实打上去那一瞬间就是一下而已，真的不会，真的不是想象中那么很像说针很粗就会很痛，其实是不会的。对，其实我要分享一件事情，就其实我早期我会晕针，其实我看到血我也会头晕，对，但是我是因为开始捐血以后我开始不怕这些东西。对，那为什么不怕呢？是我距离我第一次捐到我正常在捐，就是我已经退伍后在部队里面可能就是有定期捐的时候，对对对，因为长官跟学长他们会固定说约一约嘛，是。然后记得有一次那个学长带我过去，然后我捐完了以后，大概我捐500吧，是，然后我是脸色惨白，但是过后呢，就是有护理师就会拿了饼干跟饮料，然后他说，我们当下先吃完，先，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身体状况是怎么样，赶快吃完，然后比较有脸，比较血色比较红润一点的时候，
他就说、欸、你要不要再多带一点回去，对，我当然说好啊对，但是从那次以后就觉得哦，原来其实这些东西可以慢慢的被克服的，对不对？对对对、嗯、另外是假设说是首捐的第一次捐血的那个捐的民众的话、嗯、其实比较建议就是说哎，带个伴，嗯，好，互相聊天，对，在捐血其实就是五到十分钟的事情而已，对，那同伴之间我们就聊天的话其实很快就过去 了，就其实就完全就是没有感觉、原来好了。我们常常遇到捐血说哎、嗯，我以为要很久，对，可是其实不用，很快就好了。对对 对，嗯，那站长我想请教，在我们捐血这部分是刚刚有提到说有一些的限制嘛，是，例如这一段时间它其实气候变迁比较剧烈一点点，对对，所以在门诊部分感冒的民众也变多了， 对, 对，那相对的有一些的朋友可能有吃药，是，那再加上我们有一些的像爱捐血这一个网站啊， 对, 对不对，就是爱捐血的这个 LINE 的资讯，是，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说哎，我们现在目前的状况，那以及email 也可以收到说捐血中心寄给我们的说可以来捐血了，对，那如果我今天例如说我感冒的情况下我有在吃药，我可不可以捐血呢？那我要先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感冒的时候有时候是病毒感染或者是说细菌感染，这些不一定嘛，哈，对，那为了确保就是说血液里面的，因为我们就是要安全的血液给病人使用、嗯、所以呢在感冒痊愈之后两个礼拜才能够捐血、嗯、那这中间不能再服药吗？这两个礼拜是可以，你可以服药、欸、我的意思是说嘿不好意思好，我们要就是其实就是分两段、嗯、哈，对，一个就是说你感冒、嗯、完全好了，对，到捐血两个礼拜，哦，那这中间假设说你有吃药、嗯、假设说是好之前我们有吃药，对，那就是以那个好了开始算两个礼拜、哦、那如果说有的人他不是说哎、欸，其实我医生开给我好多天，对，那我就是把它吃完，可是其实我前天就已经感冒就好了、嗯、没有症状了， 对, 对不对，可是我想说那两天药我还是继续把它吃完吧、嗯、因为想说不然又反复感冒这样子，所以那就变成就是感冒药服完之后两个礼拜，哦，如果还有把这个药整个服完的话就要看感冒药服完的两个礼拜，对，所以就是看感冒药跟你的那个痊愈是哪一个最后面，嗯，那在那从那个时候开始算两个礼拜这样子，哦，那如果我吃中药呢，譬如说我是吃中药在调养我的自己的身体的，所有的中药其实都不影响到捐血，哦，对，但是其实通常就是说捐血人告诉我们说哎，他有服用中药的时候，我们询问的都是问说、嗯、请问一下您是为了什么服中药，嗯，如果说像你刚刚讲只是调整体质的话，对，那个都完全 无所谓、哦、我就说中药其实 不会影响捐血嘛，哈，嗯，那主要是说那是为了什么样的疾病、嗯、或者是调养，对，如果说今天是有已经有什么心脏病啊或什么，那个就不适合捐，那但是它是因为心脏病不能捐而不是因为那个中药、嗯嗯、哦，原来是这样子，是，好，那我们刚才有看到在画面上面看到一个爱捐血这个 LINE 的一个二维码 QR code、哦、对，那我们可以请我们站长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QR code 里面的资讯有哪一些呢？因为我有加入了，有、哦、对，我知道我不能讲啊，要给两位去讲。那其实、嗯、希望大家就是说我们的民众们呢、嗯，可以就是说加入我们的爱捐血、嗯。那爱捐血的话，第一个假设说我们即便没有捐过血，你加入这个 app 的话，它也可以查说，哎，我可能去哪个国家、嗯，或者是说我有吃什么样的药，我是或者是我有。得了什么样的目前有什么样的疾病、嗯、那他其实已经收集了就是说绝大部分比较常见的一些状况在里面了，所以你只要打上假设说你刚刚不是问感冒吗、嗯、那我只要在上面打上感冒两个字、嗯、那他就会把那个说回复您直接就是用那个系统回复讯息说感冒药痊愈之后两周才能够捐血这样子、哦、所以相关资讯在上面其实都有了，是是、啊、如果说现在国人其实尤其过年快到了哈、嗯，假期这么长大家不是常常会出国吗，对不 对, 对，那假设说哎，我去日本我打上日本两个字、嗯、他可能就会回答你说啊，日本是可以捐血的、嗯啊、就是你回台湾之后随时都可以来捐血，对，那如果说你打的是上说是美国好了、嗯、那他可能会跟你讲说你要离境之后一个月以后才能够捐、嗯、那它的原因是因为有西尼罗病毒的那个一个感染的风险、嗯、所以一个月之后就可以再捐血这样子，所以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限制、嗯、那它在上面大部分都可以查得到，
另外它还有其他的功能，像说凯婷有捐过血，已经有留我们的资料在我们的捐血站里面嘛，捐血中心的资料库里面，所以你有 连接到你的捐血资料的时候，你可以查询到你下次什么时候可以捐血，就是会有一些你的个人资料就可以在里面查询这样子，对，或者是哪里可以捐，对，我觉得做这个一个很特别，我记得我有一次在台北星光站前店，他那边有一台车，是，然后很开心的走上去，是，可是我刚从国外回来，是，然后过后我觉得护理师算还不错，是，他过后跟我讲说其实你还要可能大概在两个礼拜过后你才能来捐，对，那当时因为每个国家发生的状况不一样，对，然后过后当下要走出来的时候，他说你不要想太多，外面的人不会看你怎么样我说我从头到尾我都没想，谢谢你帮我想那么多。没有，因为有时候就是说，如果说可能就是今天可能跟同侪一起去捐血或者是他带着他的，像说可能带着你的女朋友啦，或者是说啊，他带着他的先生啊去捐血什么的。可是他今天他。有时候可能就是因为比较隐私性的问题而不能捐的时候，对，那护理师们都会跟他讲说做个心理建设，对，我们会跟你讲说你只要告诉他是什么样的状况就好了我们也不会把你的这个隐私泄露出去这样子，那他其实那个护理师只是在帮你就是说告诉你说我们不会那个没有什么问题这样子，那通常也会，如果说你怕说你的同侪或者你的同伴误会你的话，我们也会直接告诉他他只是出国而已啦，所以因为毕竟有时候怕人家误会嘛，对，那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是爱捐血的 LINE 的 QR code， 那我们前面还有两个，那站长这前面这两个是一个是我们的 IG 对不对，是，其实宜兰捐血站呢也有设我们的脸书跟 IG 啦，那我们的宜兰捐血站的粉丝团呢其实也很感谢我们，就是说当然了可能 不只是我们宜兰乡亲啦，就是全台湾可能有关注到我们宜兰捐血站的一些乡民们，他其实都会加入我们的那个宜兰捐血站的粉丝团，讲到这个我可以讲，是，就是有很多的粉丝团的一些粉丝们，是，他们可能本身是在地宜兰人，可能在外地工作，是，或是外地已经嫁到外地去，对对对，可是他们还是很关注我们宜兰这边的一些资讯，对对对，所以他们都会加入，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像说我们目前的话会把一些像说我们最近的一些捐血活动啊，或者像上次凯婷跟我们那个正声广播电台的专科长到捐血站来捐血的时候，我们会把一些讯息，一些跟捐血相关，或者是说跟一些现在可能一些像说我们上次到宜兰女中呢，他们很热闹的一个捐血活动，然后他们的宣传的方式我们都会 po 上去，包括我们的护理师有时候他们就是，我就说我们刚刚没有讲嘛，我们就是护理师们他们也会定期捐血，对，我们会 po 上去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上次曾经遇到一个捐血人，他就问我说你们都有在捐吗，你知道我们这样子打针会痛吗或是什么的对对对，所以你刚刚不是在问那个吗，对，所以我其实我们上次我就把我的那个捐血的相片我就给他看，或者是说我们其实也会在我们的粉丝团上面也是，粉丝团上面也是其实会有po这些讯息这样子，对，那另外 IG 的部分是现在比较年轻人比较习惯使用的一个软体嘛，对哈，对，那目前我们 IG 的经营的部分大部分都只是把我们的周间的一些就是活动的那个电子海报我们放上去这样子，对，其实因为 IG 在它的一个使用方式跟脸书就比较不大一样，对对 对, 对，因为其实 IG 它主要是有点像图片，对对对，对，那但是那个脸书呢它就是图文并茂，就必须写一些东西，对对对，是是是，对，不过我觉得在捐血站这边呢它真的是非常用心的在经营呢、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捐血站其实我一直以来我一开始还觉得说在宜兰比较乡村一点可能捐血的风气没那么盛行，结果我来这边捐两次以后发现我每次遇到的都其实有时候还带着孙子一起来，有没有，就抱着孙子还说阿公我先去那边捐血啦，你跟阿妈在外面等，对对对，我觉得那真的哇那种感觉真的很棒，蛮常遇到一家人一起来，那因为每个人的那个可能捐血间隔不太一样嘛哈，对，那一家人的时候可能今天是爸爸捐，下一次可能是儿子
捐这样子。 对， 对，那可是他们都会一起来，哦，把它当成一个那个家庭的活动日这样子。嗯，那林雅您看你蛮年轻的啦，那相信你有很多的学弟妹啊，他有可能不敢捐血，有没有人就是私下在请问你说，你在捐血站，在捐血站里面这样，捐血恐不恐怖啊？一直在问你里面的事情有没有？哦，也是会有啊，但是其实真的不会那么恐怖。像我们捐血站，它其实环境非常的好，就是还有咖啡机。那你进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会有服务人员跟您打招呼嘛，然后就是欢迎捐血。那你可以，如果你真的很紧张，你想要先了解一下环境，其实你也可以先来看一下。对，就你也可以先了解一下整个捐血的过程。那么护理人员会带你跟你讲一下整个过程，我们要从登入啊，然后填表，然后一直到面谈，然后再捐血。那捐血的那个采血区，你也可以稍微看一下，然后做好心理准备，然后再来捐。对。那有没有一些像捐血捐久了以后，就好像变朋友了？可能两个月后，好像都常常要见一次面的。很多很多这种的，就是有时候他捐血的过程当中，我们都会聊得很开心，那一下就捐完了。对。那下一次他看到我的时候，也会很开心的说：“哎，又遇到你了。”对啊。但是因为我们真的捐血的人很多，所以有时候我都会再想一下，在想说：“上次我们是在聊什么这样子？”但是稍微再聊一下就会想起来了，说上次你跟你老公一起来哦，然后就会对，然后是聊小孩子的事情，对不对？所以都会变成还不错的朋友，然后每次看到的时候，哎，下次见哦，两个月后见，或者三个月后见，或是生日的时候我们再见，这样子。对，这其实有点像捐血站，或是捐血车，或是捐血中心，它其实也是已经社区化的一个概念，对不对？对，其实你来到这边，或许你今天不一定是来捐血，你或许只是进来，你量个血压或者量个体重也没关系，因为时间还没到嘛，想捐也没办法捐嘛。我们附近还有接厕所的也很都没有关系，不会收费。附近社区都会有定期，就是也不是说定期，就是都会有一些就是大哥大姐们呐，哈，就是说进来的时候，我就想说欢迎捐血，他说没。我可不可以量血压？我说可以，欢迎，就是您可以，就是都可以来量血压这样子。那他们只是就是注意自己的健康啦，对。对，因为现在大家都很注意自己的健康，尤其现在气候变迁比较剧烈一点点的时候，对于那种脉搏或是心脏、心血管部分的疾病，都那种引发长辈也得特别的注意。对，那另外我想请教站长，是我们血液有没有有效期限？有。我们的那个血，我们的红，我们刚刚有讲嘛，哈，血里面不是有血浆，然后血小板跟红血球嘛，哈，那我们捐完的时候，原则上就是说最多就是分这三种那个成分把它分出来。那红血球的部分呢，我们是放在那个1到6度C 的冷藏，所以它的有效期是35天。那刚刚不是讲到血小板的部分吗？对，因为它是在常温保存，对，那它只能5天。哦，血小板只有5天而已。对，那血浆的部分它是冷冻 保存的，所以它是1年，新鲜冷冻血浆是1年。那因为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保存，就是他们本身的特性跟他们活性的关系，所以得要这样依照那样子的方式去保存，然后他们整个世界就是等于是世界级的，就是大家就是这样子定那个35天跟那个5天跟那个1年的。对，哦，所以那如果他没有用完了，比如说他已经过期了，是，那这个肯定是就销毁了嘛，对，对不对？那以目前来讲，因为其实这几年的话，其实台湾的那个捐供还没有完全到完全平衡。大部分 OK， 就是在因为比较短效期，像说红血球跟血小板这一块，其实都是有时候还会不太够用。不太可能就是说过期让它销毁这样子。对啊，血浆的部分其实因为它是1年嘛，所以其实它就是慢慢的会用掉，那或者是去做一些血浆制剂，因为有一些病人他是需要血浆制剂的这样子。其实我们知道接着马上过年了，不过其实不管过年还是说廉价了，这个期间的那种用血量好像都会相对提高比较多， 对不 对？因为大家都出去玩了，可能我原本在廉价这段时间我可以捐血的，我虽然有固定的捐血习惯，可是变成说我原本我就要出国去玩，所以我变成我没有办法来捐，对，所以会相对的库存量可能会往下降。对，所以这个时候观众朋友们，我们真的很希望大家就是定期先
就是没有捐过的，我们希望说你能够成为我们的所捐一族，也可以加入我们捐血的一个行列。那更希望是说，我们当然希望说不要有意外发生，但是意外往往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就发生了。对，但我们知道说，如果在观众朋友们常常去有去医院，或是说看一些社会新闻的，看新闻是大家都会看嘛。对，所以你看到一些不管是车祸性的一个案件，那种事件来讲的话，其实需要的血量都很大，它不是一次，这个病人可能不止一代，或是动一个手术。我记得我爷爷那时候开一个脊椎吧。对。开一个脊椎，那时候好像他有骨刺，在二三十年前，是哇，他据说他用了二十几代，对，我就想说哇，二十几代耶，那需要二十几个人来捐，对啊，那所以那个用量其实是很大的，对，所以才会希望说大家就是乡亲们能够拨空，然后把它养成一个定期捐血的一个习惯，然后不要说等到就是每一次有什么重大新闻在发布说啊，现在因为什么样的事故然后缺血的时候，大家再一窝蜂过来，对，因为刚刚有讲嘛，毕竟有期限的，如果大家都在那个时间一起来，那可能一起到期的时间就一样嘛，那可能就会造成就是在使用上面，就是其实大家都是希望越新鲜的血越好，就好像我们去买食品是一样的意思嘛，哈。所以你如果说，哎，我大家因为意外事故的时候才大家展现大家的那个爱心的时候，那会同一天到期啊，对，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分散，对，然后在平常的时候就定期来捐血，对，对对对。那这样子的话，像你刚刚有讲说过年快到了嘛，哈，有一些比较长的假期，对，或者是圣诞节也快到了，有一些人圣诞节要出国去感受那种圣诞节的那种气氛不太一样，这样子，那也可以在出国前呢，就可以先来捐血也都 OK 嘛。假设说，怕说出国去的地方可能回来之后可能要暂缓多久这样子，那我们也可以，像我们那天就有遇到一个，他就是，因为我过两天就要出国了，所以他先来捐血这样子，哦，所以也是有的啦，对，所以在节目的最后面呢，我们请林雅来跟观众朋友们讲讲看，捐血到底有哪一些好处，好不好？好，捐血的好处就是，其实我们可以促进那个我们自己的本身血液循环。那除此之外，我们就是在做一个要捐血前做的那个有简单的一些检查，譬如说血压，然后会帮你测血红素，也可以稍微了解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是如何。对，那最重要就是你可以帮助别人，对。那另外有些人可能觉得，有些过年什么刚好就是要避一些血光之灾，对，也有这一部分的说法，对对。那你就可以利用捐血，刚好可以救人，然后又可以避血光之灾，还蛮多人。血光之灾我都会这样子想，每次捐血，然后可以帮助人，还可以，我又避血光，对，过一关。对对。那另外提一下，就是我们捐血站都是全年无休，连过年都有开，对，所以如果不会，所以如果有乡亲朋友，就是过年刚好也没有出游的话，也欢迎可以来捐血这样子。好的，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定期的来捐血啦。那大家听完了今天以上的这个节目，我相信大家对捐血其实不会感受到这么的恐怖。如果您真的有还不了解的，我们其实可以上我们宜兰捐血站的粉丝团，或是 IG， 甚至是我们 LINE 的爱捐血，这上面都可以来做一个资讯的查询。如果你还真的不知道，欢迎你到现场。那我们宜兰捐血站在哪里呢，站长？在宜兰市百里路16-7号。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是，所以如果有任何的问题，你希望面对面的咨询，也欢迎你到来。那我们节目今天就进行到这，我们下次再见，大家拜拜。谢谢，拜拜。